请假服务人员，东东东西西门店，祝您购物愉快。
你不行，他十八岁才可以。
这个咖喱就比卖场的还要贵。Thank you.
鳗鱼给到快半只，分量还不错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买一支，你一个晚上就喝完了。酒真的很贵。好，走，去结账了。对啊，黄色这个是六号。对对对。啊，谢谢谢谢。